其实我最想了解的，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们进来要做什么，对，因为没有详细的说就是进来会做什么，因为也是一种综艺的一种形式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不能太提早的去知道一些惊喜一些环节，所以其实最初我是想要进来看一下天坛，因为不一定未来会有什么机会还能再进到天坛里面，所以就非常想进来看一下。对，这是第一个自己想法。那第二个是后来大家告诉我说可能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就是一些项目，所以就说那必须得来了。这次工作人员的身份深入天坛，有没有提前做哪些准备的工作？没有，其实很多都是今天才知道的，而且有些都是今天的一些老师会告诉我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的。对，对这档节目播出你有什么期待吗？就希望大家对这个节目有更多一些了解，或者是安利一下这个节目。对，因为其实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就是在曾经的这个神乐署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会做什么工作，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乐器。那今天其实大家